跟乡长还有阿斌议员啊，还有议长来看你啊，过年哦，哎，猫哥说，哎，你啊，对吧？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你觉得哪个地点适合我们需要能够配合你全力支援来来来来那个谁上来举办嘛就跟有空间学校的又多整就又多目前的空间我们先没有空间要想办法然后外包全力跟南竿就结合起来那只要这里有年轻人有小孩子需要南竿人就应该有每个位置都一样我觉得就结合起来那边就这样放寒假学生在考试就大家比较忙啊辛苦你们了啊谢谢老师的辛苦谢谢啊谢谢谢谢